地君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要让九重天上下所有的人看一看，我们的地君竟然是如此之仁啊！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好，我们被人发现了！哎呀，我们被结界包围了，怕是出不去了。就算没有结界，也只有一个出口啊！出去能被撞上，傻呀！躲起来。哎， 汤还是热的，他们肯定是躲起来了。跟我搜。是。我倒是要看看，究竟何人如此大胆，日日来我店内偷吃。等我抓住他，看我不把他炖了。哎，咱好像这样躲着也不是个事儿。这样，我一会儿先出去认罪。我被抓走了以后，这儿的姐姐自然会撤。 你到时候趁机跑出去。不行，简单，我们说好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行了，我是掩去天空的人，就算我被抓了也没事儿。而你不同，你的身份不能被暴露，尤其是太幽阁的人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我这次能保护自己的。我做事，你放心，好好藏着。 来吃饭啊！哼，好巧啊！大胆仙子竟敢在我店里偷吃。哎，若不是今日撞破炎丹小仙偷偷煲汤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。帝君为六界日夜操劳，却连这一小碗仙羹都不肯麻烦我们天善殿。小仙实在是既感动又愧疚。我作为天善殿的掌事，不能第一时间察觉到帝君的需求，失职。 实在是失职，使臣，帝君，您今后有任何需求，尽管派人来说，我天善殿上上下下几百种仙羹菜肴，定让帝君满意。子回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严旦偷走宵夜之事，本君并未授意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帝君，我万万没有想到您是如此之人。我严丹辛辛苦苦起早贪黑，就为了给您做饭。我这双手，不知道被烫了多少遍。而如今，您却为了您的面子不敢承认。啊，真是我本将心，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啊！ 子华仙君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要让九重天上下所有的人看一看，我们的帝君竟然是如此之人啊！哎呀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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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哎，帝君，告辞告辞，走啊，仙君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自保，自保而已。 戏是稍微有点过，但是也没办法。哎，帝君，我知道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肯定不会把此事放在心里的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还有，我向您担保，这个紫怀仙君绝对不会把此事说给别人听的，您放心吧。小小仙使，打诳语，魑魅星石，既然如此。 那掩虚天宫所有的宵夜就由你来负责了吧？啊？哦，从明日起，每日多加15套棋谱，不抄好不准睡觉。下去吧。是。